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i。 那么今天的话，继续来玩这个黎明杀机啊。我去找一下，哇，这么黑啊！你这么黑的吗？你，瞎子哥，哇，别，你个屌毛！你个屌毛，居然拿我的道具！啊，过来了！我操！过来！没看到！哎，拿个道具先，啥都别说，开宝箱，赐我一个医疗包就好了，医疗包，哎，毛线。等一下，他在这里放了一个夹子，这门口，然后他会过来这边，这门口放了一个夹子，哇，毫不掩饰的放在这里呀、啊，你也是牛逼哦，哎，爽不爽？这么耿直的吗？这些人，他这附近应该有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他刚刚在哪里出来的？我先修一个发电机先。哇，这么快倒地！啊，这里，这里有夹子。哇，这么耿直，踩了先，耶、yeah。有点卡，啊操！靠，没空去拆好不好？这个上钩的人呢，就是刚刚拿我道具的那个黑妹，八成是他。来。我去救他，有个人踩夹子了。我看他图标怎么感觉有个血量呢、啊？等一下，哎，看错了，侦探，来下来，帽子哥，门炮哦，我帮你摸好吧。他是挂机吗？我摸好之后给你时间挨刀啊，来，是我继续修我们的发电机啊、哦、我修了这个四分之一而已啊，人在哪？我靠，没下过，在前面，等一下他说不定会过来。哇，就这个人倒是比较那个一点。哇，挨到了，哇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看到群体。哇，黑色的还可以啊，挺性感的。其实我没有空帮你摸。他最好了，我要修发电机啊！啊，糟糕！挨到了！哇，好吧，不鸟我。我鸟，哇，这么垃圾的吗你？在干嘛、啊？哎，算了，让他挂了。哇，怎么这么水的这群人？哇，怎么？哇，这个，我擦，也太坑了吧！就这个黑妹在修啊，
换另外一个人呢、啊。哇，老哥，你用不用这样呢、啊？艾琳，哇，那人在挂机啊！我服气哦，哇，真的服气啊！你真的不得不服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真的不得不服他们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服气就是了。哇，哇，哇！真无语啊！哎，这里倒是有两个榜，靠得很近啊！这刷新算是什么鬼设定啊？啊，这个人要死了。这个人死的话，我在这里先挖进去有点尴尬。还有个问题啊，这两个人在干嘛？这个被挂死这个人呢，基本上就是零作为啊，没做什么事。他要是能拖一下时间也好。哇，这挂机了！哎呀，看一下，这个死掉。另外一个人的话，另外一个人上钩直接死。啊，先不管，他上钩直接死。这个直接死了，你要等。哎，这里有个夹子。这里说不定有个夹子。哇！哎，这什么鬼啊？哇操！我就最讨厌这种了。来，你踩吧！哇，真的服啊！刚刚怎么卡一下？哇，服气！哎，我刚刚好像绕错边了，感觉要吃到，耶、yeah ！应该走这边。弹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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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！你妈鸡，弹射！哎呦，别、哎、别！哎哎弹射个鸡腿，走得这么快，死得更快。哇，恶心，恶心！喂，啊，没办法。哇，没想到，我都没注意往后看。哎呀，我死喽，我死喽，要神喽！我都走，什么鬼？哎，刚刚那个钩子啊！哎呦，有点傻。好吧，行，你溜，我继续希望。你去怼另外一个人吧。另外一个人不知道去哪里，我去看一下这个，陪他玩一玩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一台，这里有一台，他可能有一刀杀，但是他杀哪个人其实分数也是够的，那这里分数绝对够啊。只能说这个衣服的话，这衣服说实在的确实有点很明显的那种感觉。他应该不会把它挂起来吧，我觉得没必要挂起来吧。那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他啦。
我觉得这件衣服是挺好看的，但是太明显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就是说，这衣服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太过于明显。他肯定不会杀这个人的，最多的话让他放一下板子。发现这个地图的话，现在的话，他这个改动我看了一下，就这种状况来看的话，有一些地图本来就板子少的会变得更少。这个地方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，之前没有这么多这些东西，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用吧，都没板子就一个，所以说啊，什么鬼？咦，他打算把它挂起来吗？应该不会挂起来才对。走啊，不要浪费时间跟他玩了，没什么用的，他不会杀你的。他在搞什么鬼啊？他肯定不会把它挂起来啊。你看那个，我就知道嘛。走，没必要。这衣服其实很好看，我觉得。